静静的期待开始了。王强的正在想采用一种接对着漂亮的一种反击，漂亮机会，毕竟这是第一局比赛，还是一种试探，但是王强的王是大的，给我们观众朋友眼前一亮。这是他第29场武林风的比赛，这场比赛他的对手身高是1.90米，我们武林风的明星牵制出拳更快，更具有杀伤力。他的这种战术完全，但是乔西迪呢，他的力量一般，他的力量一般，他能不能站起来继续作战？他被王强的重击之后已经准备放弃比赛，因为这毕竟是乔西里的这个主场，他不想轻易的放弃比赛。这时候要知道，在自由搏击拉斯加斯这个擂台当中，我们中国人能够 KO 美国选手，这样造了一个奇迹。中华英雄王洪祥又创造一个奇迹，这是王洪祥赢了，中国人赢了。那大酒店这个擂台上，你赢得了美国人的尊重，你赢了这场比赛，你赢了中国人的志气。Gentlemen, your referee John Wee stops the fight. 2:54 of round two. Your winner by TKO in the red corner, Wong Hongsheng.